准备好荧光棒，请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我们的投影机。我们知道，每个人都需要 Sophie 的关爱。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平等对待。还有来自公正党候选人施志豪的短片。
朋友们，国政的朋友们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家热烈的掌声，但是也要大家充分的跟我们合作，因为民主行动党的全国主席卡巴辛已经在那个房间。